胖胖呼噜呼噜，我是泰迪。今天我要介绍双狼哀歌转盘，手上这把是酷炫的 SVL 双狼哀歌，角色是超帅的圣殿骑士狼翼守护。我们一起来看看枪械检视动作。接着是机瞄，大家有看到吗？也太清楚了吧。最后是击杀特效，是狼的脸，我觉得不太挡视野。来看看实战的表现，击杀特效是不是很帅？